好，这是马术，15胜7败。15年战绩还是很好啊，你综合来看，整个战绩胜率还是有6成6，六成六以上。34胜20败是非常强。嗯，所以大概是14年开始打，但这样他表示他14年成绩也不差。可是他对上 Classy 总共9次3胜6败，生涯战绩对上 Classy 其实是劣势。嗯，劣势是场次，这个次数算多的哦，以两个人对决次数来说，来看一下开始状况啊。今天又是女朋友把他 Q 出来的，整个人应该也是心花怒放。马路打 Classic， 不好说。你看，开始15年的战绩是非常好，10胜3败。对上人类没输过，他最近确实是有打回他的拿冠军那时候实力。嗯，那有一直记得 Classic 的剑帽就这个黄色的，10胜3败真的算蛮强。打马路目前6胜3败，对啊，就刚刚马路看打的是3胜6败嘛，倒过来。不过相对的 Classic 比较少被派去打 S 战，嗯，他们人太多啊，也是啊，太多人可以派了。而且应该说他前阵子没有那么厉害，嗯，他前阵状况没有那么好，所以说 S 战也不会派到他。哎，通常他们的比赛不会打到 S 战。嗯，对。SKT ONE 在上一个赛季表现非常非常好，我记得是以全胜之姿进季后赛。真的说真的，他们要派出 S 战，譬如说他们今天打君儿、啊啊，要派 S 战，你觉得会派谁？我想一下，对不对？很难说嘛。但是如果说今天是打君儿，我觉得 S 战不会派君儿。对，如果被抓 TPT 就爆了。嗯，应该，我觉得 Classy 是一个人选、像 SOS 也是会被派上 S 战的，对 ，Dark 也是，树也是，很多很多人可以派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使用地图是 Echo， 由马入对上 Classy 的王牌对决啊、哦，王牌对决。今天的，好了，你把 Q 不算的话，前三棒每一棒都是很强的。嗯，这是有加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加速过。好猛，虽然说截得非常丑，不要这样子啊。白底的，他等下去背，不是去背之后更会很模糊。我建议不要去，去了之后就黑色了。黑色、啊，这张图、Echo 这张图是黄底，所以还黑色，你可能还看得到。你看去完背都变这样，你看得到吗？这要看个蛋哦！太火啦、啊！这感觉我还有闪光哎、欸，看到吗？我感觉我闪光了，而且就让它白底嘛，我 OK 的。1分06、07、08、09，这是加速的，到底怎么样可以弄出加速的计时器？好，神族这边，是人家写的、喔，是网友是 Summon 自己写的、喔，哇，好猛、喔，很有效率、欸，要不要帮我们写款星海山啊？有那么容易吗？然后这边人类是一个他刚按的，他刚刚好像把公民取消，哼，一样走一个死人看。我知道了啦，你那个导播，你就用白底的，你叫那个速写的帮你写一个绿底的，绿底的最好去背 ，RGB 的绿底 ，RG 是对02550那个色码，就是白色，因为白色是三个颜色混色混出来的 ，RGB 三个颜色是去背最好去，所以有绿幕跟蓝幕。像我们那个订阅啊，抖内不是有图跑出来，啊、那也是绿底底图，他给的都是对底图给的都是绿底。哦，这一边把水晶塔放在这个位置，这是一来是让人家一来的时候一侦查的时候看不到你的第二颗水晶。嗯，而且死神没办法卡在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死神这样的话好像是进不来、欸，跳那么神吗？不能跳啊！这位置是不是死神刚好上不来？这好猛哦，这个。对啊，上不来啊，死神上不来，他要从另外一边绕啊。这颗哇！有点猛啊！这地对地图理解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境界。嗯，而且刚好看不到，刚好没看到、他这样上来第一件事情，发现你只有一个水晶塔，他心里毛毛的。嗯，对，而且他怎么寻都寻不到那个地方。然后如果说你死神过去的话，会变成他会直接走二空那边，所以死还是看不到那个水晶塔。嗯，
这样子的话，人类没看到 那一根水晶，他就会想说：“欸，你是不是？”不不不，他是他看到你没有二气了，所以他知道，他觉得他知道你有水晶塔，没有搞他。对。这边再过来看一下，顺便下个补给站。哦，没有，是下二矿。哇！又是三开、欸，这个是等一下单兵也三开，这边马入也是最近大家都这么打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已经转播了几场这样子三开的打，从昨天到今天，不愧是教主，又是这两个妹子，哇，看镜头哎、欸，哦，他们应该讲好。他们应该讲好，第一次遮脸嘛，第二次大家讲我们下一次若被拍到的话就要挥手。韩国的化妆，韩国化妆的风格跟台湾真的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就是你看他画的是浓眉大眼，对，台湾的女生的眉毛会画比较细一点点、嗯，中国的女生也是画刚像刚刚那个样子，浓眉大眼也是浓，就是浓眉大眼，我不敢说啦，浓眉、嗯，对，比较粗的眉毛。一开始我也觉得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给我们气球的，我刚因为刚刚导播没有。FAQ 感谢 FAQ Baby 的三颗气球。Fuck you Baby， 不是 Fuck you Bad Bad， 你说的不是我说，人家给气球还被骂。不是啊，他名字不叫念吗？人家是 FAQ，、哦、不就 Fuck you Bad， 搞不好是 Q&A 的一种，一种什么啊？这我跟你很难搭呢，我误会什么吗 ？FA 是 Q Baby 耶、欸，他等等。出来就说没错，就是这样念。不会，他敢说我要告你？什么告我？又告我？每个都要告我？还不告个？我可以当证人啊 ！FAQ， 我支持你告他。来，我当证人。那个证人费出席一次给我5000块就可以了。OK 的 ，OK 的。对啊 ，FAQ 就是那个啊。你看 D220， 你看它 Frequency Asked Question， 常被问到的问题，简称 FAQ。哦，不是 ，Fuck you baby， 不是。你再被告，我救不了你哦。好啦，这边打针，你看这不是很好吗？我打针我就知道是七分钟生打针，我要这边猜说是什么时候生打针、欸。这个七分生打针也有点，你觉得有戏对不对？还是？那是因为他速三啊，所以他这样打。嗯、他还是要想，哎呦，这是哦，现在对不起，我看错了。我想说，他是下在那个外面那个水晶。这个建筑学感觉我特别研究过啊。嗯。欸，可是现在天梯还有这张图吗 ？Echo， 我有点忘了。你天梯还有这张图吗？没有，拿掉。我记得没有。拿掉，拿掉。不然我想说还可以学一下，刚把那个水晶塔放那个位置。再拿掉。好，杀人，怎么了？瓦斯怎么了？甩一下。刚刚瓦斯怎么了？你们在说人类的瓦斯还是神族瓦斯啊？我没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。我刚刚也没看到、欸，哎，好奇怪、啊。你们是说人类那个瓦斯吗？不是，人类那个瓦斯。不是见怪不怪吗？这样怎么了？瓦斯怎么了？他好像是从背面踩，但是那很正常，就是很一般的。哦，这边先知还是没有杀到什么东西。人类部队出门是带打针的哦，十分钟打针好。像那个虫族就很容易出现像刚刚那个人类那个情况，因为虫族珠宝通常都会连着珠宝盖，那你有你的瓦斯啊，或是你的旁边一点的矿就会变成是。挖到另外一个，不过这边有立场。马入看到开始，我们要再强调这是马入哈，所以他待会有各种奇葩的操作也是不意外。我觉得马入很惨的、欸、这场是马入是劣势的哦、喔，不要看他是马入，他是劣势的。再杀一只，没魔了。刚前面杀了两只，这边又加四只，这场大概死了六人类，大概死了六七弄。打马路的重点就是你的巨象要拉得快一点，他第一时间一定是来干的巨象。
可是马等到如果开始进到空头的节奏，其实马祖还是有机会从劣势慢慢扳回来。对，他空头还是蛮恶心。我们看 Classic 怎么样守这个空头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看这个比赛第二轮比赛是好看啊，前几棒都是真顶尖对决。马路空头真的是让你不想玩这个游戏，世界第一啊，我觉得。要来了，这医疗艇的数量越来越多，看他什么时候要车动空头。正面这边开始可能马路可能讨不到便宜，就过来看一下你的部队数量。十一滴血死了。OB 都看到了，这 OB 没有抓到。这 OB 没有抓到的话，可能会让马路这波进攻有一个变数。马路打。哎、欸，要从这边来吗？直接上吗？医疗艇数量其实不多。哦，他先掠夺者往前走，想点巨象，巨象往后拉，第一时间。好，这立场这样子的话，五五波，因为毕竟人类是全部打针的。嗯，打针其实就是一只扣血的一种。对，人类全部打针，那神族这边只损失了大概四只狂人士。我觉得这波打完是差不多的。这边马路还在盖下第二个星际港，大概可能会其中一半拿来爆围巾，准备要来出空军了啊、哦。拉农民一波吗？我觉得他应该不，可是因为他速三呢、欸，的确我们最近几场速三、啊，基本上这场马路，如果他不是马路，他这场已经可以认定他要输了，狙了嘛。目前的局势已经有点跟刚刚那个 King 的那场有点像，嗯，就是神族其实他是蛮优势的，不过刚 King 有赢啊，对，这边再次马路这场都不空投吗？我从这边来没有机会啊，哎呀。你看，特别有在注意他自己的巨象，而且提前打针的关系，所以其实马路血量啊、医疗铁能量是亏的，回家了。哦，这一边 Classic 在升闪电，对，那马路这边并没有第一时间爆围巾，还是一样出医疗铁，想打多线。这 Classic 这场基本上没什么大失误，嗯，蛮稳的、啊。开出围巾，哎、欸，真的不打多线，他想要打正面，不开就出围巾了。这真的是每过，他就过来了，每过一段时间就过来提款、欸。对啊，这个先知好爽，终于被打爆，这先知活好久，总共杀了不知道多少龙，活了15分钟啊。哦，扫一下。两边都要接近满人口了，神族的闪电要好咯，不过马路的鬼子的建筑才刚盖，那现在四倍爆围巾，包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围巾数量。哦，我这边变了两只假巨象啊，四只，对不起，四只假巨象。这怎样？送兵哦，骗他打。哎呦，医疗体没点掉。啊，不是说人，他刚刚是故意把那个哨兵丢送给对方的。可是他这样把巨象送过去给他 AA 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他可以换别的兵种，他可以把人口腾出来换别的兵种。可是其实刚哨位一只还两只而已。对啊，两只，他总共四只哨位，他把两只送掉。嗯，是不是刚好有大人口的兵种要升？闪电吧，应该是闪电这个 timing。好，交战一记。一出即发，就过来点围巾，然后拉。好，其实马路部队，好，这把电是还好，没有电到太多东西，但是的确让人类的阵型后撤。这个主堡会不会强行被点掉？感觉有点危险。哦，拉一下阵型。各种着火，来不来得及修？感觉来不及啊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赶快修个。他不拉一只公兵去，哇的 fuck， 这个 what？ 现在是怎样？哦，不愧是马路，现在是怎样？这个连我都会拉去修吧？这我阿妈都会知道修啊。这不会吃我？你就右键，你来框一只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我阿妈，她二矿农民全部都冲过去修了。不是啊，我想说是血量很多，然后不需要不急着修，是不是？因为没开反馈，鬼子死光了，一发烟屁都没炸出来。我马路今天状况不好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有点惨了。
怎么觉得马洛今天不在状态上啊？但是马洛还不一定输哦，要看下一波会战，因为我已经够多。嗯，但是神族这边是有闪电的，他刚刚的那个就是能量兵种的交换上面是亏的嘛，他是完全没有炸的东西，直接被反馈掉。嗯 ，OB 看的也是有看到。哦，这个人镜怎么感觉是升空速度的？蛮快的，应该是有升。没有没有，这没升，这没升啊，这是被暴雪升的。啪，爆啦！这见鬼啦！哪来那么多防空塔？莫名其妙不是 TPT？ 马叔在盖超多防空塔。马叔是不是知道可爱奇最近爱打这样啊？应该说最近神族都会这样打吧。不，他刚刚也被先知闹到，他可能不爽。不过那个防空塔真的是超多哎、欸。对啊，猥琐多啊，感觉像是 Zest 的光炮，你知道吗？人类是他自己在打猥琐，开始盖各种防空塔，盖各种基地。200人口，200，要打大好奇了。神族 ，Classic 的兵比较，Classic 的存款稍微多一些，多了大概1000多金矿。马路感觉要打一个，但他等下 ，Classic 那个狂战士提速到底要不要升啊？我不懂他那个狂战士提速不升是忘了吧？这一定要升的啊！这不是狂战士看起来很蠢吗？还是升过？是我的问题吗？等一下，因为刚哦，又被反馈，200有点痛。我竟然出核弹呢！你有看到？出核弹很正常，但是提速不升很奇怪、啊哦。好期待看到核弹啊！虽然说不知道会炸到什么，不知道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觉得那狂是没有升速度哎。看一下。是没升速度太扯，应该是没有哎。我看，因为狂是有升速度，它这个走路就不一样啦。他只会跳着那种感觉，有这种事？你自己神主你不觉得狂战士升了提速之后，整个人走路都不一样了？我认真觉得这场不好说，这样子拖下去不好说。又是反馈，这么好反馈吗？真的有那么好反馈？搞不好可爱是很认真在玩暴雪音霸、啊，这种吸吸技能他放最小哦，鬼子隐形。核弹是几颗？三颗核弹呢、欸？要进入那个神打人的大后期了。神打人大后期的话，人类就是出鬼子加围巾就好了。鬼子加围巾，然后可能会出一点点毒药。哦，这有点浪费。好，用闪电尝试破坏对方阵型，将巨象往前推。六只巨象在行星要塞是前面打。不赢。我的立场放的有点神奇。现在是不是有冲锋了？哦，来，核弹从哪里？从哪里炸？哇、哦！不会吧？我要看核弹，我要看核弹啊、有没有感觉到？好像没有 OB 哦。完蛋！有感觉，但来不及了，光炮被炸光了。有 OB 掉下来了，还是炸到，但是弓兵有先拉走。哇！看到核弹，好怀念啊！看到核弹就有星海一的感觉。其实核弹已经很久没有射出来了。对啊，很久没看到。我上次打天梯也想要射对方，他就跳了。还没射出来就跳，我逼都看光光。可以，这样打真是不错哎。他还有两颗核弹哦，他又补了，所以三颗核弹又来了。先用核弹来拆光炮，他去杀，来不及了，要射出来了。但这其实没有打到什么。对啊，只有中央的光炮会爆。要从正面来吗？这边要从正面来吗？以你阵型，你敢？但是有鬼子哦，有鬼子哦。哦，还好。有发现了，他刚第一声往后拉，所以没有炸到什么。我说炸到那不得了啊！再一发，好，又爆了。好，这一波我觉得 Classic 应该是还有哦，不停的哦，还有哦。该不会正面没 OB 吧？没。这个狂战士提速到底升不升啊？这是超夸张的哎！他那个等等就因为这个输掉。你刚不说他打得不错吗？打不错，归打不错，他提速狂真的没有提速，他没感觉吗？他不觉得狂战士跑追不到，他升，他终于升了，他有感觉，他刚他终于升了，他不觉得狂战士。你这样很忙吗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有必要这样吗？等一下，啊、哦！发现，我想说，这个大部队都被炸到，那还得了？取消了是不是？对他把 cancel 掉，核弹在。宇宙中漂流，射到外太空。射到外太空，射好远，射好高啊！毕竟是职业选手啊。
射的都是比人家高一点的。这边不断的在研发核弹、哦、他一直在补核弹、啊、三个核弹井，有那种红色警戒的感觉。哦 ，EMP。这边其实狂战士好之后，马座可能也不好打。两边的收入其实都还好，大概两矿的收入1500、1600。存款有差、啊，马路还没200人口，但是完全没存款。神厨攒了2000，快3000气啊！对，这狂战士还是没提速，快好了吧？那应该是全力加速了吧？嗯。提速狂，哎、欸，我必有看到这规则啊。没有派兵去 A 他，哦，又要来炸光炮吗？要反馈他，但是没有。哎呦，哦 ，EMP 有震到，他把这两个闪电给狙掉。嗯，哇，这场玩的有点像，真是玩的像暴雪英霸的感觉。哦，引刀，这边正面又来掉，这掉，攻面还可以顺便垫一垫，掉，瞬间。来，你敢过来？鬼子很多，先拉一只闪电出来，要反馈。哦，这个 EMP 好，这边一个隐形 Juke， 好杀掉。还有没有核弹？好，又要射核弹了，这边又要射。这看到，侦察室也是有。嗯，有看到。来，一只引刀就把它宰了，取消了，拉走。感觉马祖练这个也是，练这核弹也是放得很顺。他用核弹来取代多线，是不是？应该说他到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多线，对啊，因为都光炮啊，只要有光炮跟那个圣诞武士、嗯，你过去就是空难。是啊，所以就是在这个台名就用核弹来取代多线。哇，一次下三个啊！那小地图没有，那是扫描啊。我想说，有那颗要掉了，掉下来了没？有没有可能直接掉在那个核弹的路径上？部队直接走到核弹路径上面。好，阵型很差，阵型很差。这也是真的跟多线一样，就是不断干扰你采矿啊！你要是敢不拉，你农民就死光光，或是没发现。我记得以前在多人团战的时候，有人出核弹的，很多都不会拉，你就炸爽爽。哦，嘣！好多颗啊！不过 Kisk 还是优势啊。核弹其实升很快，他也不太敢打这波正面。嗯。这波正面真的是闪电要控好，关键是闪电要控好这个超危险的位置。哦，空电，对，来了，又要核弹，先用核弹 B 阵型。对，这场射好几颗，有没有10颗核弹？好 ，EMP 打到，再 G Juke， 真的是比操作的，哇，哎。有发现吧？没有 OB， 没有 OB， 他早退，光炮送他。你扫描一丢下去，我已经就把那个 OB 给扫了。嗯，哦，从后面来的，电两把有不错，电到哦，马路第一时间来不及，摘一颗。这边打得很激烈哦，这场来不来得及？引刀来不来得及？连续两颗双核弹，双核弹这样。这边这颗掉下来，这个核弹双核，这边这个可能要招中。哎，他没注意到，没来不及太多颗，刚刚几乎是同时。对，他的警告声，哇，终于炸到了！马路这场的核弹秀终于开始有一些正面的成果了。刚马路的那个核弹几乎是同时按的，我觉得对他的警告音，所以警告音可能只有一个。对 ，Clash 这边开始有一点忙不过来，继续往里面炸，核弹是不停的，还有，终于拉 OB 来了，但来不来及清 ？OB 有看到，来不来得及清？哇，这阵地战来不及清哦 ，OB 又被点掉，农民有没有拉走？现在连 OB 都要崩溃了 ，OB 在切哪里？完蛋了，杀了 Classic 没有钱了，连 OB 都要被马祖弄到崩溃，你知道吗 ？Classic， 这刚几乎是三颗核弹一起丢了，根本不停的，我跟你说，啊，被炸到，哇，被核弹弄死了，你敢信？那个神族之所以不敢打，其实是怕过去的时候被，因为鬼太多了，你真不知道哪里有红点点，然后那个警告音弄得你很扰乱。而且神族他会没有那个，他会没有 OB，OB 会被围巾清掉。对对，所以会变成隐形鬼子是无敌。这边已经是6个核弹井哎，不停的核弹哎。好，开珠宝。而且其实这个打久了，会光听那个警告音就会听到精神虚弱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如果玩过一些恐怖游戏，就知道这个。你光听一些警告音，听到之后就精神耗弱，然后觉得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你看他已经开始miss 了，对，
开始出现失误了，他开始出现失误，顶尖闪电也出现失误了，顶尖如 Classic 都开始出现失误，但是正面还不好说。我觉得正面人类会赢，正面还是会赢。哦，有核弹哦，有核弹哦，有没有发现？这 OB 也不知道切哪里给我们看啊，各个地方都在核弹啊，核子战争啊，这个。他用核弹打多线啊？核弹要把星河炸爆了。核弹炸 OB 哦，哎，不，快刚好走过来，哎呦 ，OB 拉走，要被逆转啊！核弹拖了太多时间，你会看到神族的存款已经花到，对啊，已经没钱，双方是一样的喽，真的是没钱。而且神族杀人类杀是1、2、3、4、5，他人类杀有两片矿在采，神族只有神族也是两片矿，他这个有点像是。常这叫什么常驻的核弹，那个区域一直有核弹在啊。有没有印象，有没有印象 OB 被点掉，但是哦，这不好说啊，这暴风镜有点多。嗯，哇，这边好几把电，对，而且后面的那闪电有点有起到战果直接电死。哎，不好说，我觉得哎，但是核弹、取消，我觉得马路要挂咯，被点掉了，鬼子被点掉了。好， OB 又被点了， OB 又被点了，还有没有核弹？我觉得他还会想再放核弹。 EMP 没有炸什么。哎，这鬼子小心啊！鬼子其实是无敌的，但是他怕鬼子走过去以后，就 OB 突然接上来，那鬼子全送就输了。等下这有没有看到？有了 ，OB 来了，来不来得及这个核弹？啊！死了！哦，那个对，挂了。想吓死谁啊！我操！完蛋了，这边双方的损失都还蛮大的。嗯，哎，这个维京怎么在打暴风剑啊？有没有控啊？他是不是在控？我已经在打暴风剑、欸，哎，完了，马路崩了，马路崩了。哦，马路一个 A 过去、欸，就没有打巨象打暴风剑，这他是不是执着在要下核弹？这哎呀，马路打了一场好弹，结果太蛋啦、啊！GG，好了，恭喜开始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获胜了。这场比赛打了非常的久，这个游戏时间打了大概35分钟。那其实我觉得马路让这场比赛增色不少，是不断的使用多线核弹的战术，一度打到开始也一度打到平盘了，一度打到连 OB 都不知道怎么切，你知道吗？ OB 切到很崩溃，后来还索性直接切到那核弹井那边。我在想为什么他会输啊？我人类有可能他的兵有一部分是在家里还在走，还没走出来，然后但他已经签200。但神族200部队是全部在正面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整个在集结上面。然后还有最关键是那个 Classic 他两只闪电从后面来，那一波把人类整个所有主力都电伤，嗯，因为人类这个组合没有医疗艇，对，所以他被电到就是要死要死，是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再加上刚刚我说，就是那个鬼子前往前走之后，他虽然说隐形对方看不到，但是很怕这个时候一只 OB 接上来，然后你鬼子一瞬间死光的话就倒了，是对。神族的闪电被清掉，可以马上刷。人类的鬼子被清掉就没救了，就要冲。对，这是比较，你要不然后面把它补出来什么的。对，因为你做出来要做很久，不像神族是马上刷的。这边马路很闷哦，他其实这场比赛他一定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在打。你看他那个操作，就是今天当他做出一些让我们或者是让 OB 都来不及切换，确实这一场是蛮好看的，蛮好看的。只是最后面整个在正面上面还是神族传统的这个大部队，但你也不能说 Classic 就只有平 A， 其实 Classic 也是 Classic 有配暴风剑，对，他不断的电啊，有的没的。但是马路他的维京跑去打暴风剑也是对啊操作的问题，可能后面控不过来，太忙了，你要控闪，你要控太多人类要控的东西很多。其实刚刚马路想赌一把，刚刚真的一度差一点点那个核弹掉下来，对啊。好，谢谢小西在20颗气球，不愧是马路粉。